出手机会。对，我觉得第一汤马斯在外线的威胁能力，他把他的一个赛车夫拉到外围之后，其实很多前锋切入之后，外围就有这个空档的机会了。简佑哲团队第八个，哇，他已经投进了八个。第九个吗？哇，简佑哲，马洪志胜，外线偏，但是被汤马斯抓下了篮板，再送到简佑哲的手上。哇，间隔了一年嘛，所以就会针对他这个点去做进攻了。哇，这个空切的战术跑得非常的漂亮啊！再转移张文平，地板球送得漂亮，我罚球拿到。简佑哲来了，哎呦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，再转移。简佑哲拿球时间晚了一点，带步再进，单节12分，简佑哲，哦，整个人飞起来了。哇，简佑哲在于球的分享啊，流动是非常的快的。进攻，再做转移，凯杰小球，好球，简佑哲抛进。